后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手作，大家都好可爱呀、啊。然后我们的十个小蛋糕、手工饼干，可以让我拍一张照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吗？这是我的蛋糕，要不要拍照吗？好，去外面站。有苹果，还有甜甜圈，一起比超了。好，那个妹妹挡住了，再一次嘿。好，不好意思哦，马上哦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辛苦了。我们要拍吗？咖啡拿过来，谢谢。跟别人不一样，他们是卖那个手机。我快开了，我快开了。我想去看看。好。那个古早味有很多可爱的小玩具哦。棒棒，谢谢你们来。他现在是一个这样好的，好，谢谢大家，也谢谢铁岛超人。我们还有养生鸡汤，还有我们的童话区的木炭打弹珠，还有九宫格。然后到头的是我们的 VR 体感疗愈。那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宣导摊位，像是我们的。叫的台湾。